大家好，我林老师，讨厌我的人头前拢加一支杆。他拄好伫网络上看到人的 DRG， 他说把侧柱起火三条线剪断，为什么发不动？嗨，当作阮车行是吃菜的吗？少年啊，我今仔日店的拄好一架 SL， 它跟 DRG 的线路颜色一模一样，同时也有侧柱起火这个问题。我今天教你如何废除侧柱起火。来，你把侧柱起火，它本身有个黑色插头，它有三条线，你看哇，三条线分别为黑色、红白、白蓝线。你这三条线，你只要把两条线串联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废除起火。你原本的线路你把它拔掉，我们直接去找一个公的后面三条线，不要去破坏原本的线路，我们只要把白红色跟黑色两者相差串联起来，像这样子两条串联，白蓝不要管它，就这样子，我发动给你看，整体发动，侧柱起火，排除。此项废除法它只适用于 Jet SL 跟 DRG 有侧柱熄火这个功能的，就可以这样子的操作。我是林老师，有吃卡吗？吃卡不？